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庞老师。大家正在观看的是新加坡小三数学经典问题系列视频。讲解中我会尽量还原做题思路，帮助大家提升解题水平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整个系列的第42题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David complete reading a book in 3 days. David 他花了3天时间就把这本书给读完了。Every day she read 12 more pages than the previous day。他每一天呢都会比那个前一天要多读12页书。然后呢，在 day one 的时候，他读是30页。好了，我们叫 first day，day one，然后呢，30页。那么他说每一天都会比前一天要多读12页，30+12等于42。那么 day three third day，第三天，那它就是42+12，54。然后最后他问 How many pages were there in the book？Total number of pages 30, 42, 54，加在一起，30+40+50是120，2+46，所以说是126。所以说这本书的总共的页数就应该是126页了，很简单。